第三组要进行挑战的是赵哥还有一哥，总共有40秒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你们这关的奖品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寒风保冷袋，哦，这夏天适合，哎，超适合赵哥的，赵哥可以放啤酒。第二个奖品呢是立体造型拼图，花瓶拼图，这两位感觉厉害。好，准备好就预备，568。第一点。 五百五十八，低点，五百五十八，低点，五百四十八，大概，哇，强哎，乱猜，好厉害哦，来，准备好了，预备，788，高点，988，低点，918，高点，91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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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1188，高点高点，1199，低点1198，大概，哇，是不是很会猜？哎呀，强哎，哎，都第四个了哎，剩下九秒的时间，是他，超哥，他心都在那个上面，怎么不能看啊？超哥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包包可以装两个那个。第一个东西可以背在这边，它防水、防震、防小人。新人后背包，它提示它比前面一项高哦。所以先从我觉得啦，你从1688开始猜。剩下九秒的时间，计时。1688，高一点。1788，高一点。1888，高一点。1990，高一点。2000，高一点。2188，高一点。3088。这个价钱是3980元。很贵，这跳太高了啦，高档的，高档的啦，高配，金人包，名牌啦，名牌啦，对，名牌啦，没关系，恭喜可以获得前面三项奖品，厉害，恭喜，算厉害，我们只有40秒，欧巴。